五光十色、夺眼耀目，十五分钟的灯光秀，绚烂迷人，照亮爱河湾。高雄2021跨百光年系列活动平安夜正式展开。国际级指挥简文彬带领高雄市交响乐团以及宝来国中、建山国小等合唱团，将近250人的阵容演唱这首《天籁之音》。合唱团的孩子们远从六龟、桃园等山区前来，抵达这座海上舞台，吟唱对家乡与土地的热爱。演唱完毕之后，500台无人机紧接着登场，一起飞上天，现场气氛来到最高点。雪花羚羊接连排出各种应景图案，还有这座超大圣诞树，让现场民众看了是惊呼连连。我们每天晚上的6:30到10:30，然后每半个小时，我们的定目秀都会如期如此的演出，来参加这个我们爱河湾的这些演出活动的时候，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全程都戴上口罩。看表演同时，也不忘叮咛大家防疫措施要做好。从现在开始到明年1月3号，精彩节目不间断，吸引人潮前往感受过节气氛，也带动爱河湾周边商家振兴经济。